因為你咧涉嫌咧就違反國安法，顛覆國家政權罪。呢張咧就係西九龍裁判法院簽發嘅搜查令。香港立法会前议员林卓廷一早开门就被警方上铐拘捕。我而家拉你罪名系颠覆国家政权罪，咁我理由相信你咧喺2020年期间参与实施一个名为35+公民投票嘅初选活动。还有吴建伟也被警方上门搜查逮捕，港警大动作，6号清晨一口气抓捕约50名泛民派人士，包括胡志伟、邝俊宇、朱凯迪，台港版国安法指控他们涉嫌颠覆国家政权。整起事件与泛民阵营去年为立法会选举进行的初选有关，人民想呼吸一丝自由气息都成了最渺小的奢望。三立新闻陈子伟报道。